提到台湾茶叶，肯定不能漏掉嘉义阿里山猪鹿茶。使用纯手工摘一星二叶的茶精，精致的包装有茶包与茶罐可以选择，还有75克的小包装与礼盒可供选择。另外还规划了许多农游行程可以参加，让大家能更了解这片土地与迷人的石罩茶叶，在三合院古厝品茗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古法制作过程，体验炒茶与揉茶，优质的茶园与茶叶，让茶园多次获得肯定。在阿里山茶园优雅的茶香中，享受清幽的放松时刻。还想知道更多美食旅游的资讯吗？那别忘记订阅台湾旅行趣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哦。